他鹿就跟香蕉已经分配下去了。他谁来领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村长这边领啊，村长会领，村长会领。今年的台湾香蕉中南部生产过剩，那我们为了解决香蕉过剩的问题呢，我们县长特别嘱咐我们，协助去解决这些问题。所以说，我们产发处呢，由处长特别赴台，我们采购的1000箱的香蕉，那总共是4000串，在端午的前夕呢，一方面送给我们的乡亲，祝大家端午愉快，另一方面的，我们把所有的香蕉送100箱给我们的军中的弟兄，也祝各位佳节愉快。阿东拿一下去了，我等一下来看你看。那个117啊，等一下，好，我马上给你。好，来一下去，好，来一下，来一下去，好，来。